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走之前的这个准备问题。你好，你好。走之前的准备问题呢，其实只有三个。第一个是财产怎么处理，第二个亲人怎么安置，第三个如何选择你的目的国。那么我们先来聊一聊第一个话题。怎么处理你在中国的财产？我不是建议说非得拆房子卖地，是吧？把所有的这个固定资产全部变卖掉。我只是提出一个建议，从中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上来看，你如果继续在国内保留一些财产，尤其是房产，将导致你未来会引起很大的税收方面的麻烦。这两天一直有一个传闻，中共出台了一些新的税法，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公民所有的，包括医疗养老，就社保这一块的交费，都并入税务系统来收缴的。这方面的联网，他们已经做了。第二呢，有人戏称是中共要对全球的华人收费。就是你在中国，你有户籍，或者说你在中国有房产，你在中国每年居住时间超过183天，那么你就要向中国政府报税，啊，甚至据说是啊，你在全球的收益都要跟他报税。听起来有点像美国收取美国公民海外收入的这个税收，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政策，因为具体的文本我没看到，只是听说。但是最起码呢，它有这么一个趋势，它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收税，而是为了让已经离开中国的一些家庭，主要是既得利益部分，就这些人，他在中国当了官或者发了财。他现在已经移民到欧美国家了，那么他们没有注销中国户籍，就他抓的两本护照，甚至很多本，那么他进入中国的时候呢，他是中国公民，他在中国拥有财产，他在中国甚至拥有一些社会地位。他们不停的在做的一些中央政府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情，怀里揣着不停的在内地市场挣来的钱，天天还在骂着中央政府啊。所以呢，真正这个政策，它主要面对的是这个人群。就这个人群，大多数他有绿卡，他有国外的这个定居权，有一些人他甚至已经有了护照。那么中国政府每次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特别复杂。那么他现在出台的这个税收政策，主要是针对这个人群，他把你赶出去，赶出中国，就是你既然离开了。你就不要再回到中国了。他是在清理中国内部的市场，
他不仅要赶走不愿意向他提供高新科技的一些企业，他也要赶走一批既在中国市场挣钱又反对中共执政理念的这么一帮假洋鬼子。那么如果你决定你要走了，你就尽可能避开这种漩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随着政策，就新政策不断的出台，你踏出国门之后，你不能保证你还有可能回来处理你的财产，甚至你都不能委托律师来处理你的财产。敢跟政府对着干的律师都给政府抓得差不多了，特别服从政府的律师，他又不能完全的保障你的利益，那么走之前很多财产问题你就得处理干净，是吧？你说这房子我卖不掉，卖不掉行，我赠与可以吧？我赠与，我地下小舅子，是不是？八竿子套不着，但是最起码肉烂在锅里啊，是不是？领走了，财产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不是说你非得把钱运到国外，你只要不在自己名下，这些事儿今后都有余地，是不是？你回来最起码你还有个地方住，你真要是出去绕了一圈实在混不下去，你回了国你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说房子挂在你名下，那么你还试图留着，极有可能你在国外你获得了绿卡或者获得了别的国家的国籍，你再想回来处理就很难处理了。因为今年上半年上海当时搞过一个，或者说他们宣传啊要搞一个这个试点，凡是在国外入了籍拿了绿卡的这些中国籍公民，上海准备注销他的身份证了，就注销你的户籍了。你即便有护照，你到任何一级房管部门去办理产权的变更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不认这个东西，他只认你的户籍证明、你的身份证、你的户口本、你的房产证、你的土地证，缺一样他都不会给你办。一旦踏出国门呢，你即便对家乡的事情再愿意去关心他，但是询问、查询、办理都不是很便的。为了避免刚出国门就来回飞，跟着中共新的政策去变化，所以最好的办法呢，是在走之前处理掉自己名下的一些财产，尤其是固定资产。我们看到很多人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往国外去搬钱，不要羡慕人家。如果有一些财产准备携带出去的，尽可能找到你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不要轻信任何人。我见过一些去办钱的，把钱从这个国内背到国外有很多途径。我见过一个最笨的，他是自己开车从中国的一个内陆的省份自驾游开到了老挝。他车上背的是美金，通过地下钱庄
当他存到银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数字，3100万美金。这个故事呢，说到这儿，我们以为它就结束了，其实不是，很搞笑。钱庄帮他换成人民币，他带的人民币回到了内陆的省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件。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人他不愿意离开中国，他这些钱来路肯定是说不清的，他竟然不愿意留的外汇特意背到境外来，换成人民币再背回中国，全程没有使用任何交易手段，完全是现金对现金。所以有很多人说我有300万200万出不来，其实不存在这些问题，你还是没找对地方。找到一个你能信得过的地下钱庄，所有的事儿都是小问题，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损失。不要听人家说这个朋友介绍那个朋友介绍，其实最好的办法很简单，你在境外，老婆在内地，你就坐在人钱庄就可以了，是不是？但你一定要记住，你找的钱庄他一定要有驻在国颁发的金融牌照。就有些钱庄他比较小，他是靠挂的，他没有这个金融牌照那就是违法的，就这种东西你碰都不要碰，因为他没有任何保障。其实转钱很简单，按照这个账户的要求，你老婆在国内通过网银转账把钱转到他的人民币账户上，他这边马上就给你现金，什么300万200万欧元的，什么400万美金的，无所谓，人家随时可以给你，只要你提前一天预约，人家随时可以给你。这个世界上奔着利润去的人很多，他们在内地有足够的关系来保障他们的交易，在驻在国他们也是尽可能合法的进行类似的交易，而且他给你的这种汇差比你在国内的银行更划算。你说你求爹爹拜奶奶的找熟人是吧，我给你1.5，给你3%，给你多少，没有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保险。那他地下钱庄如果被查封了呢，对不对？你的钱就都黄了。所以自己的事儿尽可能还是自己干。那么我也见过一些房子卖不掉的，或者说我的房子卖了半年了，我不停的在降价啊，我跟某一个人谈好了，通过中介是吧，他已经付了我18万啊，剩下来的钱他准备啊贷款，那么最多2-3个月就办好了。其实我告诉你，一天都不能拖，你要是决定走，该卖你就卖，真的卖不了你就老老实实办赠与，赠与给自己的亲属，这些手续通过公证处，通过律师，通过这个房管局，很快就可以办理，你让他慢慢卖呗，你损失一点钱呗，交易费呗，你跟着房子耗在内地，如果你决定走了啊，你还耗在内地，你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吗？以前打游击战的时候总有一个说法，存人是地，存地是人，
你又想人地皆存，最终呢，你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一家人耗在这儿走不掉，等你把房子三文不知二文的卖掉了，想走来不及了。所以真正我们说起来呢，不要为钱财计盼太多，你可以好好想一想，是你及时的走出去重要，还是把你的房子卖到一个更高的价位更重要。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财产，有些人呢比较聪明，前几年开始就从股票市场测出来了，什么基金啊这一类的东西都已经不碰了，银行里面更是没有什么死期的是吧，定期的存单，这样呢你会很轻松。我还见过一些人把自己套得很死，买了几套按揭的青年公寓，股票市场套的几十万的财产，银行里面还有这么一二十万的定期以备急用，很多年前这是一种标配，现在已经不合适了。一句话，能处理的处理掉，实在来不及处理的放一放，尽可能用变通的办法留给自己的亲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不可能带走所有的人，而且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对未来都是不确定的。在钱财这一块上看淡一点为好，不要因为对未来过分的担心，在走之前跟谁都撕破脸，把每一分钱都抱在自己的怀里。其实我觉得不值当，我走之前我把保险柜送人了，我保险柜里所有的别人打给我的借条，哪怕超过两年期的啊，就私人之间了，法律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曾经的纪念，都还留存的。当我决定走的时候，我一把火都烧了。我们在国内都经历过这种事件是吧，借别人钱，借给别人钱。有一个朋友生意做得很不顺利吧，算是店面呢不小，一个季度就得好几万块的房租，有一次他找我借了两万多，我借给他，别说两年了，拖了五年都没还，我只打过一次电话给他，他是这样回我的，他说我现在没钱你不知道啊，你还在逼我，我们朋友这么长时间了。是啊，从走上社会我就认识他，
十几岁交的朋友。他妻子跟我妻子关系还不错，现在在微信里还是好友。到了老挝，我也遇到过一个中国人，他是开修理厂的，雨季的时候呢，风大，把他修理厂的大棚吹翻了。不仅没挣到钱，还赔了几辆正在维修的车。砸坏了嘛，总得修嘛。他的修理厂不能干了，人家得拖到别的地方修，他还得赔钱。故事很凄惨。他在我这儿又是拿衣服，又是借钱，差不多合的人民币也有1万多了吧。现在他开了一个饭店。我几乎都不跟他提这些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容易。有一次我们在他那儿吃饭，我老婆一时心软，就跟他说了一句：“过去的账就算了。”中国人出门在外不容易，大家互相帮一把。这句话说完了以后，他们小夫妻俩好像非常非常对我们客气，当然了，这笔钱也就随之而去了。我曾经帮过很多人，也有很多朋友曾经无私的帮过我，包括现在，所以我一直在奉劝大家，如果你要走，千万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变化，我们谁都不能保证你在短期内还能见到你的这些朋友，包括亲人，甚至有一些人，你踏出国门就是永别。对待财产，对待财产的处理，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做法。我只是提一个建议。另外还有一点，我再重申一下，关于财产转移的过程，不要轻信任何人。整个财产转移的这个期间，尽可能不要泄露信息。人呢是会变的，有一些朋友，或者说曾经的朋友，当他觉得你要走了，有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的时候，你身边在堆放的一些现金是不是安全，那就两说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在财产转移的过程中，尽可能不要泄露具体的信息，这样对你来说应该是最合适的方法。最起码不让自己因为友情的变化出现的故事而搞得自己很伤感。好了，祝大家晚安。